what you're feeling.听完所有节目，极具的危险性，请大家千万不要随意模仿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 SNAS 所表演的节目难度将不断增加。接下来 SNAS 所使用的道具是一袋打碎的玻璃瓶。大家都知道打碎的玻璃瓶非常的锋利，但是今天我们 SNAS 将它的血肉之躯和这些碎玻璃来一次亲密的接触。棒不棒啊？还要再刺激一些吗 ？OK，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SNAS 的拿手绝活，接着就会激动人心的胸襟嘶吼。Yeah.
好像看起来娃娃的力量不够，也要现场的壮汉来跟娃娃配合一下。来，哪位帅哥来帮一下忙？好，您只要在娃娃的身后帮他加一把力气就可以了。准备好你们的声音，准备了，一、二、三 ，OK， 再次挑战成功，再次把你们的尖叫声、呐喊声送给我们的三四。OK， 谢谢。哦，非常刺激。